这刚五点啊。五点还早吗？五点。走，跟我练剑去。叔叔真健康啊。对对对，形状要好看一点啊。哎，对，单面蛋，单面蛋啊。为什么是单面蛋？因为我女儿爱吃单面蛋啊。哎，七分熟，七分熟，要注意那火候。哎，啊，那我小点火。形状也不错啊。可以啊。可以。煎蛋来喽。单面蛋七分熟，你最爱吃的。嗯，谢谢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吃饭。啊，那个，哎，灯泡好像坏了。哎，怎么不亮了呢？是不是得换一个？我来。哎哎哎，长得高还是有用啊。嗯。哎，这个椅子怎么来回晃啊？阿姨，我来。给。哎，谢谢阿姨。厕所好像有点问题，好像有点堵啊。啊，我来啊，行吗？这也行，可以的，叔叔啊，这都行啊。哎呀，妈，我那个床单是不是要换？哦，对了，我去。阿姨，您坐，我来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哎呀。不辛苦了，那加油。嗯，老岳，过来洗衣服。哎，我来。丫头啊，丫头。啊，爸，啊，回来了。丫头啊，小顾难得来，你就多陪陪人家。待会儿吃饭叫你们，啊。嗯。哦哦哦。怎么搞定我爸的？我不光搞定你爸，我还知道你们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什么空盘计啊，猪蹄儿啊。哦，都跟你说了。我还知道你小时候吃糖炒栗子把自己牙崩掉了。这都跟你说了。他还跟我说你小时候喜欢用马桶水洗脸。爸。